我很爱的芋头西米露，开吃！哇，你看，整块芋头哎。喂，这个不是哥邦买谁家很出名的肥宅们，在德赫斯哥邦竟然有分行，而且是有冷气的哎。我就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奶油非洲鱼跟芋头西米露，走走，一边吹 echo 一边吃冰喽。这里好大间，而且真的很凉爽哎！哦，原来这边的 menu 跟总店是一样的，来点一些招牌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是你点的应用肥皂。嗯，很大份哎！噔噔噔噔，这就是这边的正店吃饱应用肥皂鱼。你看它的摆盘，玻璃壮观，很大只鱼在这边给你拍照。然后它是一边是奶油的，一边是 cheese 的。啊，你看它的鱼肉很大片哎，然后最喜欢上面还有这个蛋丝哦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你看它这个鱼片是完全去骨啊，吃起来很方便，而且它那个奶油味一起抓到超入味了 ，cheese 味的，再点多一点 cheese。嗯，他们的 cheese 比我想象中的更香更浓，而且带有一点小辣。辣子蟹。哇，这 XXL 的螃蟹超大个的。咚咚，满满的酱，嗯，这肉很鲜甜，然后它的酱哎，辣辣的刚刚好。鸳鸯排骨，江南独生虾，紧张辣辣。哇，好多料，它有三层肉，有辣辣，还有猪肚，一口吃下去就已经吃到那个酒香味了。我有一点小辣，是胡椒的辣，难怪是叫干姜辣辣啦。瓦煲奶香虾、脆皮豆腐、豉汁排骨火、瓦煲老鼠粉。这里还有面可以吃，尤其是这个瓦煲老鼠粉，几乎是每一桌都会点的。哇，弄垮了蛋黄，哦，那个汤汁是咸甜的，很暖胃。还有一定不能错过的芋头西米露。我很爱的芋头西米露，开吃！哇，你看整块芋头哎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很浓很甜的芋头香味。你看它的芒果西米露，给很多很大块的芒果。八日天吃这个很凉爽哎。